小燕回来啦，在打打游戏啊。今天8月31日，小燕早上呢就去学校报到了啊，然后现在回来了。我们来看看小燕在学校里面都经历些什么。嗯啊，先来看看她带回来的一些东西。来，小燕过来了。嗯，你的书包打开，看看今天发了些啥。这个是科学实验室的一些道具是吧？做实验的啊，这每年都发的。嗯，然后书包里，好，期待你的新书。这个是道德与法治。嗯，这个反正就是不考试的是吧？数学作业本，科学作业本。嗯，学生活动手册。好，科学书。哎，今年的科学书怎么改版了？不知道，两个单元都不一样。就是你妈妈给你的预习材料里面都两个单元不一样啊，一共四个单元。后面几课有的也不一样。哦，那我都不知道。那英语书。啊，英语书一样的了啊。嗯。语文书我看了也有几课不一样。语文书稍微有几课跟妈妈给你买的材料不一样是吧？有几课还多些。嗯，没事没事，大部分一样就行。科学书改的有点多，今天练苦算。数学书。嗯，数学一样吗？数学一样啊。英语作业本。好的。啊，人自然社会这没什么用。这上吗？这种课不上，不上，不上就自己看。劳动也有书啦。嗯，哎，这本书还挺好看的啊。然后这个是安全教育。安全教育啊，嗯，这个也是不上课的，就是自己看看的是吧？嗯，心理健康，心理健康。嗯，还有吗？还有这个科学实验道具啊，数学道具。哎，还挺好玩的。英语还有这个，对，一张卡。哎，什么卡呀？是干嘛的呀？不知道啊。还有什么？没了，没了是吧？全部在这里是吧？嗯。那你们要包书皮的是哪些？我看过。嗯。我来拿出来。这个要包的。作业本都要包。作业本和书都要包。啊，这个没有就算。那复课的那些自己看看都不用包了啊。嗯，对。就是语数英科全部要包。嗯，对。看，好，这个是5年级的书里面拆下来的以前的那个包书皮。嗯，不打算给他买新的了，就用旧的好了，还能再次利用。我主要还觉得呢，这些包书皮呢，多多少少都是有点毒性的，我都不想让他包。那学校里必须要包，那用旧的话，毒性稍微少一点吧，我是这么想的啊。可能我多虑了，但我真的不是特别喜欢包书皮了。好，那我们小鱼儿下午呢，就负责在家里面包个书，明天正式开始上课了，对吧？把那个预习的笔记都抄在课本上，啊，真正的开始学习了啊！好，看一下啊，这个呢是小鱼儿的新发的这个科学书，今年真的我没想到版本不一样了，因为每年我都是买这个的教育科学班。对啊，我买之前还问了客服呢，我前面2年我也是买这个的，也都没有错，不知道为什么今年你们改了啊？你看啊，我们看目录，第一单元微小世界，我这里是工具与机械，然后第二单元地球的运动，这里是寻找与结构，然后第三单元是能量工具与技术，我这里是能量，能量这里也不对，能量我这里是生物多样性，所以差的还真的不是一点点啊，差的有点多啊。那我不是白预习？没有白预习，你现在学的东西，你以后到了初中不是也一样呀？这本可以卖掉，卖给谁啊？哎，你就当看过连环画好了嘛，啊，好，小鱼儿下午把语文书写那个预习的内容写一下啊，嗯，让老师看到你有一些笔记在上面，对吧？说明你是有看过这个文章的，对吧？嗯，而且这篇文章有背诵的那个，我们之前在暑假里也已经把它背下来了，对吗？嗯，对，嗯，你知道吗？嗯，我们那个班里有一些同学就整本都预习，真的，他们说的，嗯。然后数学呢？数学好像也是。这么努力啊？那我们也不是最努力的呀。
没事没事，尽自己力就好了啊。嗯好，加油吧。